阿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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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，学打喷嚏了你？哈哈，我们是快乐的小孩。别老学打喷嚏，这什么好？谁呀？哎呦 ，freedom！ 哟，我要自由。不，别闹啊，能下来吗？嗯。你理解他们里边小孩每人十块钱。哪儿小孩？让他们都出来。那推推。不推了。这都录下来了。你妈多可爱呀，是吧？都有创意。来，你录录录，推推。接嘴了。看见灿灿了。啊，灿灿。灿灿。哎。哈哈哈哈。来。来来，弄弄下来吧。来来，走走走走走走。不让上，骑木马吧，骑木马吧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吃大点。骑木马吧。骑木马呀，孩子你太小了。木马，木马，木。来，黄伟。别跟门那块儿去，别玩木马，别玩这个。骑啊骑啊骑啊！驾！回家睡觉了。伸舌头干什么呢？你老吗？他俩回来。不老，不老啊！哎，真好。哎，够着够着，够不着了，够不着他。好美，我不能放这儿。来走走吧。啊，真好，真好玩，真好！你看，自己会玩，因为玩真好，这我一点都没动。我也赌着玩。哎，都不演了。真好。真聪明。自己玩的，玩的好。来起来，宝贝儿。因为减肥减肥减的，来再玩一次。差点了。哟，松下手。说啥呀？下来是吗？走走走走走吧，走吧。自己玩。留一电话。你天天都来吗？这真是。真好。你说我每天送他上幼儿园啊？那我怎么着？他找不到。找不到那边。我们家就这儿，住那水地，水地那啦啦啦啦啦！哎呦，这什么姿势啊？你们住这个院儿啊？那你们就从那个门出去。你要三环，你汽车，如果你走，我也找地方汽车就不行。啥时候自己玩？哎，自己玩。那你找那啥也不用过马路，然后顺着，然后走吧，咱下去玩吧。走那边有呢。对，就往那儿走了。下去吧。电视塔旁边，电视塔的那个北边，不是有条路吗？电视塔北边有条小路。伸舌头干什么呀？拐进去以后，然后有一门，有一根洞似的，一门从那洞进去，然后再往西。走，吃饭去吧。一进那个洞里，爸爸饿了。然后这样还是远门，就两个门。回家吃饭喽。来，怎么了啊？这垫子。来，坐车喽。行完美。来，天天。哎呦！
小心小心。花梅。哎，你先给我跑了。来吧，来吧，快走，快走。哎，打针。